农历春节将近，舞龙舞狮为年货大街炒热气氛，面具拿下来，竟然是摇滚乐团八三幺。我是2015羊年的财神爷杨小曲。客家观贺岁可不只是发发糖果、丢丢海报而已。八三幺团员为了揣摩传统民俗表演，可是有备而来。那时候练了一个下午，然后我跟霸天回去就腰痛了一个礼拜，对，因为就是要扎，就是舞狮的时候马步是要从头扎到尾，所以其实是蛮累的。而且其实跳加冠有很多身段要去练习，像是八糖果之类的，对，像是八糖果之类的，还有那个头的抖动也很重要。八三幺从2月10号开始启动热血巴士环岛巡演，预计停留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和花莲。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做公益，帮罹患多重障碍的花莲女孩喊喊募集资金，并且协助高雄燕巢动物收容所募集饲料。歌迷也都热情响应。这次巡回就是其实是结合就是公益活动，那其实很希望他们就是一路上就是可以很顺利这样子。上网可以那个啊，有那个募资网站啊，可以捐款，然后有帮助那个花莲的小朋友，那个哈哈，还有狗狗，可是那个已经成功了，高雄的收容，然后就希望计划都可以很快、啊。歌迷展望羊年新希望，祝福八三幺环岛巡演顺利，唱片大卖。祝八三幺！中央社记者蔡明山、张雅婷台北报道。